橱窗里摆满泡芙，个个看起来料多馅美，把水果加进去，让很多甜点控暴动了。这一波已经卖完了，下一波大概2点多吧。中午12点开卖，不到一小时就被扫光，剩下的民众排队排到转角，要等后续出炉。可是网络上看到啊，我请朋友先来买过，对，我觉得这价格的话，这 CP 值不错。现在都买不到，因为他电话要预定，然后现在只有礼拜六开放，就是现场零售。这个泡芙店就隐身在行天宫附近的小巷，成了宫庙旁的特色美食。而特别的下午茶还有这家，周末轻松一下，来喝一杯下午茶，跟配上我手中的这一盘千层蛋糕，还有后面的彩色货柜屋，真的是好惬意。但绝对想象不到，这个地点竟然就在山区的宫庙里面。一个蜜香红跟一个柠檬橙的千层蛋糕。窄小的货柜屋就是咖啡厅的柜台，店内最受欢迎的千层蛋糕绝对是稀客焦点，只有平日接受预定，假日要现场来排，晚一点就吃不到。是反差吧，就是对啊，因为原本以为是就是可能是那种小吃店的感觉，就上来觉得还蛮不错，这个蛮特别的，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种特别的甜点。因为就是爸爸是这间宫庙的师傅，刚开始也很担心，因为我们其实就直接把重心放在这个地方，那因为这边其实算是比较偏僻，所以慢慢好起来之后，爸爸妈妈其实也慢慢开始放心。除了朝圣打卡热点，也能在庙里拜拜。宫庙结合网美性美食创新话题，成功在网络发酵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